中国我所采取方爱国即反贼，并非所有的爱都是一种荣耀。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一种警告，大爱里有大恶。黑暗的中世纪被爱笼罩，爱上帝，爱国家，爱地狱，一步步堕落。在中国这般罪孽深重的地方，我们的爱还少吗？爱国是对所有人，活着与失去者的修罗不尽，也是对作恶者与暴行的纵容宽恼。我们无法摆脱爱，就无法摆脱偶像与献祭。有时爱国即犯罪，不光在统治者的眼里，爱国的狗奴才们只配苦求窥见，更多时候语无伦次，相互诛杀厮咬。只要你想猪在屎窑里滚一圈，香囊发出两声激扬的长啸，你的身上就充满爱国的味道。国是用来爱的吗？为什么总要顶戴当头，红旗飘飘？它充其量是个性用品，奇迹银桥在裤裆里倒倒。早有人说过，爱国主义是罪犯与无能者的避难所，也是一场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烈性病毒。而此时中国文娱已把世界放倒。